逃がさないぞ。てっ、見つけた。げ、ひそ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到咗 Jim 招式示范啦。今次就轮到富坚义博系列，有 Hunter Hunter 同埋悠游白书嘅。嗱，最多变化就系小刚嘅猜猜拳。如果你乜都唔做，就会出石头噶啦。其实最特别咧就系呢一招，我哋可以喺准备时间周围走噶。之后可以选择正方形、三角形、圆形咁出招。正方形系拳头，三角形就系剪，剩翻落嚟圆形就系包啦。最远距离就系包啦，系出个波嘅。剪就系前方一个半圆，揼咧真系要贴到埋身先用到噶。跟住小刚另外两招就系属性加成嚟嘅，三角形，跟住就系圆形嘅练啦。好啦，我哋跟住就可以觉醒啦，真系可惜啊！竟然唔系觉醒变成大刚。我哋再望下觉醒几啦。もうこれで終わってもいい。だからありだけを。最初はグーじゃん。グー。素晴らしい。嗱，使出成觉醒技之后，大刚就会消失咗噶啦。呢一弯就唔可以转成小刚去运用嘅。大家见到啦，左上角小刚系灰咗，就唔可以再用噶啦。直至到呢一弯完结，下一个回合先至可以再出嚟嘅。跟住到小刚好朋友基努啊，正方形雷掌。よけてみな。水寿司。素晴らしい。三角形落雷系会跳一跳高再打落嚟噶。なるかみ。なるかみ。最后圆形神速。好きだらけだね。大家睇到呢三招咧，所使出嘅距离咧就唔系超远嘅，同埋都唔算系好华丽咯啲招式，可惜啊真系基努啊！好啦，我哋要觉醒同埋使出嘅觉醒技啦。素晴らしい。之后轮到古纳比加整火人技。ダウジングチェン、トライト。哇，其实三个嚟讲咧，古纳比加啲招式好似好睇啲喎。ダウジングチェン、トライト。好啦，跟住三个人技。その力奪わせてもらう。嗱，圆形技系可以补血嘅。左上角血量嗰度咧就有个箭嘴向上啦，代表个效能仲生效紧。古尔比加个弧弧攻击都系呢一招嚟嘅，咁就可以帮自己补血啦。但系个速度系非常之慢噶，咁啊靠佢救命咧，不如真系自己打好啲好过啦。觉醒完之后再用呢个觉醒技，咁啊可惜觉醒都冇大头啦，都系。素晴らしい。好啦，到小哥好惊啊，希索加啦，神速自在的爱。之后三角形技。咁我哋再试下远啲睇下攻击范围先。圆形技系一招反击技嚟嘅，所以要小光打一打啦。我睇晒咁多个 Hunter Hunter 人物觉醒咧，其实就冇乜特别。最后望一望希索加嘅觉醒技啦。回転にご注意ください。
元人間の俺から言ってお前に足りないものがある。危機感だ。あんたの全てを壊して俺が勝つ。都是富坚的作品啊，这个都话晒是真是完结了，有个终结啦。幽游白书正方形凌远，你赢。嗱，可惜呢一招冇话咁耐啲，粒凌远系劲啲嘅。你赢，距离都有限添啦吓。你赢，只要三个形凌光弹，不脱咩？你高登，你高登，可以快出就冇大头嘅。你高登。ぶっ飛べ冷光弾。跟住圓形機。なめてんじゃねえぞおい。こいつは効くぜ。幽座覺醒咧，無論係覺醒表滿曬或者半滿咧，都會變魔人狀態嘅。悪かったな。今まで手抜いててよ。我再次使出啲招式俾大家睇下啦。冷光。ぶっ飛べ冷光弾。そら、おお、なめてんじゃねえぞおい。こいつは効くぜ。其实我觉得个画面都几花，就唔系话真系好清楚望到个幽座嘅样啦。头先出招嗰阵，好啦，嚟啦，要觉醒技啦。これで終わりだ。食らいやがれ。跟住到护月女啦，第一招正方形子弹，长按咧就会使出更加多嘅。好啦，跟住三个人呢招系招空中技嚟嘅，但系得个高字都唔远咯。跟住圆形技。好啦，觉醒大家认一认啊，护月女啲肌肉有冇变化啦？咁啊，可惜啦，都系 keep 住 80% 啦，而家系。嗱，觉醒嘅120% 嘅，但系唔可以长 keep 噶。嗱，富坚两个作品就试晒俾大家睇啦。咁当然，其实就梗系觉得啲技能可以再画得华丽啲啊，型啲啦。大家系中意边套作品多啲呢？今次招式示范去到呢度，多谢大家收睇，下次见 ，thank you， 拜拜。